派遣立法的时候，大家吼，就赶快好好思考，对咱的子孙好无？对咱的子孙无帮忙的，咱拢一定要反对到底，安尼好无？好。哎，歹势吼，哎，那个他拄啊差会啊，啊，咱刘律师刘坤的旁边来走吼，咱请咱咱迄个乐江中咱的迄个组织科科长。谢谢我们大会主席陈理事长副局长，还有我们各位与会的贵宾我不一一称呼。我们总工会这边各位理监事，我们会员工会各位友会的代表，干部领袖，还有我们各位总工会今天与会的代表，大家好，大家早安。谢谢大家让我有这个机会和我们办公室石股长随同副局长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年度大会了。所以在实务上的话，是副局长已经跟大家做过了提示，那我在这边讲也有点怕对会里面有些不礼貌，但是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谢谢我们大高雄总工会还有我们各个总工会在高雄市相关的劳工组织事务上面给予我们市政府，给予我们劳工局，还有给我们组织科的协助那高雄市有860家的基层工会其实我们劳工局对每一家基层工会其实真的是力有未逮不管是在人力资源上面，真的是没有办法在每一个基层工会都能够直接做最彻底的服务，那也有赖于我们各工会联合组织来给我对我们的协助帮忙，在这边特别表示感谢，也预祝我们今天大会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皮哥。感谢咱皮哥党平常心讲皮哥针对岗位发也好啊，岗位事务也好，伊捌足济啊，那足感谢伊一路甲咱收听照顾咱，再次的感谢。抱个怕大声点，对不对？怕抱个免客气啦，怕抱个免客气。咱今嘛邀请咱派遣立法的时候，大家就赶快好好思考，对咱的子孙好无？对咱的子孙无帮忙的，咱拢一定要反对到底，安尼好无？好。歹势那个他拄啊差会啊，咱刘律师刘坤的旁边来走吼，咱请咱迄个乐江中咱的迄个组织科科长。谢谢我们大会主席陈理事长副局长，还有我们各位与会的贵宾我不一一称呼。我们总工会这边各位理监事，我们会员工会各位友会的代表，干部领袖，还有我们各位总工会今天与会的代表，大家好，大家早安。谢谢大家让我有这个机会和我们办公室石股长随同副局长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年度大会了。所以在实务上的话，是副局长已经跟大家做过了提示那我在这边讲也有点怕对会里面有些不礼貌但是也利用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来谢谢我们大高雄总工会还有我们各个总工会在高雄市相关的劳工组织事务上面给予我们市政府，给予我们劳工局，还有给我们组织科的协助那高雄市有860家的基层工会其实我们劳工局对每一家基层工会其实真的是力有未逮不管是在人力资源上面，真的是没有办法在每一个基层工会都能够直接做最彻底的服务，那也有赖于我们各工会联合组织来给我对我们的协助帮忙，在这边特别表示感谢，也预祝我们今天大会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谢谢皮哥。感谢咱皮哥党平常心讲皮哥针对岗位发也好啊，岗位事务也好，伊捌足济那足感谢伊一路甲咱收听照顾咱，再次的感谢。跑个趴短裙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前镇小港的议员候选人那是咱今麦现任的议员，也是竞选连任的李家打所有咱的委员代表贵宾报告者那个陈信礼
伊从我熟悉到即嘛吼，人拢甲伊讲吼，迄、那个咧讲讲归讲啦吼，人拢甲伊讲，志明也是国民党诶，伊较犀利咧。他问我说：“你到底是国民党、民进党？”我说：“我好像是没有党。”一我常常讲，国民党啊对我不好，民进党啊对我不好吼，我们劳工可以来思考一下。专打完，咱来串联。我若要打咱毛主席和咱蒋理事长报告吼，咱台湾咱政协总工会来串联组一个吼，看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劳工党吼，咱这种会打什么党？不简单，咱议员对劳工的服务了解很侪啦吼，再次来拍板嘞！你有读册啦，你有在做功课啦，所以搁在你拍板应该吼那个。对啊，我讲太久，这样叫我们吃醋。没了，没了，你说，你说。没了，我是说这样就好了啦，因为我们不要打扰人家开会的这个进度啊，你已经给我胖水做这样了，我已经就感恩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耶！前镇小港啊，前镇小港。请咱台北市三庄哈。产业总工会理事长蒋万金，蒋理事长来。咱台会主席陈理事长，啊，甲咱劳工局的副局长，以及我们供应界的台上台下的很多前辈先进，以及。咱大高雄工会所有的兄弟姐妹，大家公安，大家好。啊，今仔日足欢喜，会当代表北市三庄来遮参加咱大高雄工会的代表大会。更加欢喜的是，伫这个场所看到咱侪侪伫街头伫咧运动。诶，所有兄弟姊妹，大家为家己拍一下拖一下。啊，头先啊，咱副局长伫咧讲，咱高雄这边遮有800多间的工会，有16间的总工会。啊，到底这么多的总工会，安尼是好也毋好？站伫运动的立场来讲。我在我个人的感觉，工会多，我们只怕没有理想性，我们只怕没有竞争力，我们不怕工会多，对不对？所以讲，工会虽然讲过去，咱常常讲工人爱团结爱合作，但是做工会的时，咱也是同阮迄个精神。爱合作，搁竞争，安尼对无？所以讲，做间工会啊，无代表讲咱一定这力量就会分散。但是做工会若建立伫讲，事事咱就是咧为所有劳工朋友伫咧来发声，伫咧来留言，安尼嘛是袂要紧。刚才刘律师、刘哥、刘姐，现在劳动部要推动。派遣这一个劳工的这个保护法，啊，我相信伫大高雄这边车，啊，甲咱伫南部这边车真侪的工会，甲台北完全同款，一直对这个所谓的派遣这一个劳工的这一种保护法产生非常多的质疑，因为咱真清楚，政府若无心。立法去做法，都无法度来保护咱这劳工。常常咱常伫咧讲，现阶段已经有一部最基本的劳动基准法，咱嘛要借问讲，伫遮有真侪劳工朋友，连这个最基本的保护都没有办法得到，未来这个派遣的这个立法有没有办法再保护到我们这一些工人？大家都。大家拢一直在质，拢一直在质疑。所以讲，伫团结工人内底，我有真侪的讨论。但是，我有两派，有个讲啊，无咱来立法保护，我只是立法来进来
来斗争啊，有的是啊，我们完全来禁止。那当然，这个在内部还要有很多的讨论跟这个啊，大家来讨论啊，最后看能不能取得有一定的共识。那当然，最后可以让我们所有的这一些功能来可以啊得到一个保护。那外界很多的质疑，这个啊派遣的这一个立法，是不是最后会让我们的这一些财团，或者是这一些中介和就地合法，或者是合法的来剥削我们？这个都是一种现阶段一直在啊很多一直在思考、一直在质疑的。那当然，过去这一两年来，在工会界、在供应界有很多的这个议题在进行。那我相信，像去年大家一直都在关心的，就是那个啊劳退这一个年金的这个修法的问题啊，大家都很清楚，这个劳保年金这个修法就是最主要的，我们讲的就是要我们怎么样缴的更多啊，然后呢领的更少啊，然后呢，那我们很清楚，大家都知道，南基村那在台湾五四大基金，那为什么对于我们这些工人，一年现在在劳委会的这个资料、这个统计之下，我们一个工人平均起来一个月才领13500多块钱，那还要针对我们这一些劳工朋友啊，在进行的这个，在进行的这一个啊修剪，那我们一直常常在提说。那这10000多块钱对我们一个工人在职场上面退休了以后，能不能有一个最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个政府都没有在想，但是就是还要让我们领得更少，这个当然我们觉得很不合理，所以我们才会在你进前常常在上街头来抗议。那现在虽然说这一部啊，这个修法现在还躺在立法院，但是大家都很清楚，为什么现在还躺在立法院？因为今年要怎么样？今年要选举了，这个都是政治的一个操作哈。啊，未来会不会再修？一定会。那未来如果要修的话，我还是在这里再呼吁大家。为了我们自己的权益，我们就要像过去一样，我们要走上这个街头，我们要对这个政府来发声，我们要提出最严重的抗议，大家说好不好？好。这不是只为了我们自己而已，也是为了我们未来我们的薪水，在这个职场退休以后能不能领多一点。那我们当然有很多的可以对照的，我们现阶段南基村的模式要大家懂，我们很清楚的，我们跟别的基金来比，我们是比不上人家，我们是不如人家的，啊，俺大家都应该都做前头。最后还是在呼吁大家，我们虽然有很多的总工会，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好不好？大家团结在一起，加油！谢谢。感谢我们蒋理事长，就全国的酒啦哈，一万、两万、一万啊，黄金的金啦。他们那个工会哈、哦，真的很忙啊，内底吼，迄、那个会务人员三个嘛吼、哦，三个，全台湾要抗争的，要去到要同方面，就是去到台北市三中的同方面啦、啊。那个我们大高雄总工会。咱去游园空间吼，同款啦吼，咱也是爱拜托因，因遐吼电话方便、传真方便，啊，要记者交台话方便、大行方便啦、啊。所以而且咱再次感谢咱蒋理事长，这个予咱真侪方便。除了予咱真侪方便以外，伊呐含立台湾吼，带含咱这个我们毛理事长吼，带了真侪先进的。冲锋的，做头前的，唔惊死的，所以我也希望说，我们利用这个机会啦，哈，请一批
啊，无特别来邀请，啊，人透早咧才来到遮吼，啊，再次者，爸爸啦，睡得真济。后面听，迄个唔惊死的吼，伊大家讲吼，迄个肝吼，去肝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吼，无解好啦，啊，唔过第四天过，感觉肝了惯死就好啊。肝惯死就好呢，你敢听有意思？啊，别讲啦，插到肝的事，插到肝的代志，啊，你后面肝吼，你家下来，你大家拢拍破，比一支的啦，啊，破唔破嘞？比一支的啦。咱请咱的那个毛理事长吼，啊，带咱讲几句好话的，谢谢。大卫，谢谢。大卫主席，咱秘书长，主管机关的李副局长。皮科长，我们蔡理事长，江理事长，各位前辈，大家早。我是建行就早就早就早出门，哦，我是伫大头，我工过伫头，但是我大大家人，我坐家人头一段火车，5:33的火车，有早无？就早就早，就所以讲我4:00就来批场啊，但是讲现在。大家家族不刚，刚刚不刚，这里就是一团的和气，这里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地方。工会不在他的界数，工会在他有没有战斗力。刚刚进来说啊，讲说我们才成立4年了，可是你看中华民国全国总工会从中国大陆到建到这里，归你啊，被告的你啊。未做工作，一贯的工作敢有效的？所以重要是，咱这个要做做什么代志呢？我今天进到这里，跟我们产总桃园县的状况不太一样。我们那里是没有候选人会来，因为我们抗争性太强了。国民党唔敢徛咧来，民进党你们我那是喊你来，所以我们跟政党的关系一直维持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平衡而已。可是我今天在这里有个，当然我一直有个梦想，有一个梦。有一天站在台电的时候，你画到那陈志明动算，不是动算你所定哦，是动算里外务员，要以动算起完，这个才有办法翻转台湾。今天在选的时候，蒋理事长动算，不是动算张文立所定，是动算就里外务员，动算就起完。今日台湾才有法度改变，今日足侪人出来选，建言会替咱徛、替咱讲话的人，揪手揪手。我深深的感触，在从全国官长连线一路打下来，我们碰过非常非常多的委员或是市议员，建言要替你做代志的，用手就镜头部算就算会出来。哦，管碧玲是一个你。林国雄的管秘书是一个，段宜康是一个，但是阮去找国民党时，无一个要吵的，这是真正的现实状况。有一天陈志明选到立法委员时，你找伊，伊要替咱斗啥搞？一定会替咱斗啥搞。所以有一天一个翻转的梦是，台湾站出来选举的都是工人站在台上喊当选的时候，台湾才有可能改变。今天台湾变成什么样子？我等下讲，今天要杀邓你哦！我老我囝，正好我囝，爸爸妈妈拢是外省囡仔，我是正好我囝。我等下阮眷村来的时，阮家老伙仔问我：“哎，你又到哪里去干？”这干代表愤怒哦，不是骂人哦。这国家真的亏欠台湾的工人。你看，所有法律去管制化。我们的人越来越穷，我们的薪水越来越低，我们买不起房子。今天出来选举的人，你看连胜文说，他说他算他非常努力，给他咱那老百姓连讲的说，我们要努力吗？我不要努力都可以出来选。以后以前有人唱歌说哥哥爸爸真伟大，那蒋纬国唱的，一共一八百几。蒋总统，他的哥哥蒋经国也是总统，可以唱哥哥爸爸真伟大。医疗台湾病也没关系，
我的祖父很伟大，我的爸爸很伟大，因为有人干过县长，有人干过立法委员，有人干过副总统。台湾不能再有所谓的权贵领导，台湾真的要从基层人出来，这就是希望改变台湾。我看了选举就感触非常非常深，可是也都跟各位讲，身上的刑案很多，现在有三个公共危险，两个集会游行法，谁让我们犯去上了高速公路？谁让我们集会游行？因为这个政府真的对不起工人，你只要不站出来的时候，你的权利就会打折，你的东西就不见了。全国官长连线，我们卧轨躺下了以后，解决了多少人？3000多人，1105户家庭，供国家吐出多少钱？吐出7亿的钱。可是他不是一个人的成就，不是啊，五郎公啊，毛理事长你就伟大，乌龟蛋光模样。是因为很多很多人支持大高市总工会、大高雄总工会、产业总工会、台北市产业总工会，还有很多很多的义务律师，非常非常多的人站出来帮忙推动改变，要不然我们在法院上我们怎么能够打呢？可是你看到这国家用手段去对付人的时候是怎么样对付的？叶匡时昨天在一个演讲场合帮连胜文拉票，一个连检熊不抓两行公路，一个悠游卡，一个健保卡，拜托，他一个人成就的吗？是我们都缴了钱让他去做事，只是做得好做不好而已。几年前为了全民健保，我们上过街头，我还被判过4个月的有期徒刑，当然那缓刑3年，那3年中都不够软钉的，现在是因为怎样老啊，会当关啊。回头看，我刚好出狱1年了，去年的11月1号，陈理事长在座就这人上万里嘎，所以我现在是叫更生人哦。那刚刚露露进来，周中路问我说，什么时候又进去？不啊，不关不碍你皮啊。可是这是代表我们的愤怒嘛？你看我们那天10月28号，你知道我们收到多少传票？将近90张的传票，90几张的传票。这个政府有够恶劣哦！我们被打被逮车，一人开6000块罚款，几万，50几万呢。伊刚开会俩讲，我们家的人拢失业无头路。叶匡时俩讲的时阵，你还想交通无影响着？规条高速公路，整条国道送远通哎，1000几个人无头路，你还敢在那大言不惭？为安怎？为啥呐？遐人失业，你开罚单，互人惊哦，讲你开有6000块的罚单，你会惊，唔敢搁去哩。我们这几天，我今日下晡过来观音转去，因为我有一张挂号信也未摕到。人通知我讲恁去领，因为迄一张是6000块的罚单，搁一张船票，毋是坐船的船票，是换伊那边船的船票。可是阮无惊着，因为咱是替台湾正经解决代志的。只要政府官员敢正经徛在咱的立场，替咱解决代志，无嘛，领咱的钱哦，糟蹋着咱哦。迄天开会的时阵，遐的工人拢惊哦。一人开6000块，搁开罚单。我甲讲，这代志，我会打起来，因为恁站出来，阮家勇敢的站头前打起来。所以讲，台湾有一句话，做工话，理事长上路，但理事长开偌济钱落去？开着时间，开着身体，下关，但是不是一伟大，是爱大家拢站出来，台湾工人才有法度出头。最主要是安尼改变。50几万，我伊刚开会，甲伊讲讲，我出，我遐少年讲，唔好，遐侪钱，52万，拢你出，收侪钱啊！我讲当作我退休的时阵，买一台车弄着，弄拼弄歹去啊！一台车50几万弄咯，很尊重我。我讲有机会，你的家摕钱出来，你若讲对到我死的时阵，迄钱伫银行内底，毋是我领啊，毋是我用啊，是阮囝用啊。阮囝到时讲啊，爸爸您那留遐少的钱，
我不爱留钱给伊，但用的那钱正经用用在刀口帮工人做事的时候，它是有价值的，不是我无意带啊，是因为遐人徛出来，所以讲，我以后是咱大家拢徛出来，有时间正经拢徛出来，就是翻转台湾靠台工人哦，翻转台湾不可能靠那些政治人物，翻转台湾也不可能靠那个权贵的人、权贵子弟。你知道权贵子弟一天到晚大陆来回，2008年团结工人就讲出来了，口一顿来啊，他说归于返乡，我讲口一顿来，无人得信，但是嘛证明到这只口一够重诶，读到台湾2000多万人，每一人拢分两公斤油了，毒油给咱吃，这样的政府只是在照顾资本家，当掏空台湾的时候。再留台湾的时候，前进大陆，回头再吃台湾，我们的子孙更辛苦。昨天说韩国签跟中国大陆跟韩国签 FTA， 我们会损失6500亿。各位，咱赚钱的时候，咱有想到帮工人；咱了钱的时候，又工人啊，工人提拄个头前。魏权说啊，大家抵制他，他把工人抬出来。那请问？底薪赚钱的时候有没有分给工人？没嘛。所以说真正的问题是解决台湾问题，改变台湾，工人真正要崛起，工人真正要站起来。我们希望有个梦，希望下次在这里听当选动算的动算，你陈济平动算，蒋万金动算，蔡立雄动算，这个才会改变台湾。真的，我们才会让我们的子孙、我们的小孩子过得更好，这是真的一个梦。没有多久要去坐牢了，可是我讲真的，我不会去选举，因为我这些人是到现在是放在红街桌顶，有人拜66岁啊。我看内底有那有年岁比我较大，66岁啊，离死不远了，留点生命，好好做一件事情。棺材躺下去的，身上盖的穿的衣服。不是水被，身上盖的东西是那个船票，一张一张船票，每这船的船票，一张一张船票把整个身体盖住，那是我的光荣，也是因为有工人，我才有这样的过程。一辈子你不会想到牢里来牢里去，退休就是牢里来牢里去，三个公共危险，我们很多小朋友，桃山中很多小朋友都背负了公共危险罪。找到你站在台上的，嘉伟也是三个公共危险。当然他，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在比赛，看谁有更多的传票，应该给年轻的掌声，也给我们大家一些掌声。谢谢各位。感谢咱毛理事长哈，伊加我2岁尔啦，但是哈，伊赢我一步，就是讲。伊比我较好打，啊，脚踏实地，同款拢是用激烈的抗争啦，吼。台上这几位都是激烈抗争的路线啦，所以你台湾内底吼，政府统计讲有这款岗位，总岗位理事长，哪有10个总岗位理事长啦？台湾政府吼绝对惊你啦。是安怎讲呢？因为6月一拜，拜去到总统府。啊！伊唔惊，倒伫迄铁皮路内底。啊，龙壮吼，即卖好像还有还五条啊，六条啊，5条尔吼，5条尔啦。迄个普阿声较大声咧。为什么一直要再讲到我们毛理事长，要讲到蒋万金蒋理事长？因为毛理事长含蒋理事长，因为北部吼啊，时间决定好啊。决定11月28，包括咱大高雄总工会，包括咱职业总工会，拍拄啊咱迄个江建清江理事长，伊伫楼顶咧开会哈。我们这些人都是11月28瘫痪国道，原来在瘫痪国道，因为咱的政府把高速公路。土地卖算，土地卖算，干那块建设，
安尼几啊千人，几啊条来送圆通。你也收几啊条的物件送圆通，圆通免本钱来当做生意啊。每一年，咱这个政府每一年阁编17亿补贴圆通。啊，小小一千个员工无材料处理，啊，拢你这个公司是啥物公司啊？我讲的吼，后壁这句我讲的，你租客对体育金拢算花，每一个员工阁24个个腰腿花，安尼空间未？在座兄弟安尼空间未？安尼未空间嘛？17有够无？17有寸啦、啊！所以好野人大财团，因看钱呐性命，因无咧照顾咱劳工，因是咧糟蹋咱劳工，糟蹋咱台湾。所以在这边语重心长，达各位吼、哦、先进，达各位理事长，达各位代表报告吼。在个里边，若有兴趣，有要倒下手的，拢总会当大哥用报名。我们准备了很多游览车啊，绝对吼啊，挺咱毛振辉理事长啊，咱迄个蒋万金理事长，跩人拢是为着咱台湾的，为着台湾好，为着咱的子子孙孙，为着咱家己好。哦、所以在这边语重心长拜托一下，如果有兴趣，大会红大会完就开始可以报名啦。好、哦，咱毛理事长特别给大家报告一下哦，在位台北一间哦，油加低，一寡食的物件要放好低哦。我们可能一间是会冻肥啊，肥缸的，需要大家一起声援。可是还有一件事情跟大家讲一下，我已经理事长很久不做了。已经不是理事长，我今天是代表陶探总的，因为陶探庄理事长、哦、今天还有事情，也跟各位讲，大概下午大概就会有一个新闻，因为我们又带了一群收费员，带着华龙的人去国民党中央党部去抗议。今天11月12日，刚好是所谓的国父纪念诞纪念啊逝世纪念日，他们会在那个对着他的像鞠躬敬礼，那我们会带着鸡蛋去请他吃，请那个马英九吃，已经吃，他吃过很多东西了，马粪啊，啊牛，现在找不到马粪，只是牛粪也吃过，可是今天这些人带了鸡蛋，当然会有一些激烈的冲突，那我们希望大家真的为台湾的工人解决一个重要的事，不可以让那1000多人到现在还失业，而且退休金。没有退休金哦，我相信很多公务机关就知道，他们是所谓的约聘户，他们是我1年1000元，一直到民国97年才适用劳动基准法。交通部底下的事业单位，只有这个单位结束的时候是最差最差的、最糟糕的待遇，因为他们没有工会。今天有个东西是有工会的、有力量的，就大家一起帮助他们。那也跟各位讲。11月28那场行动，法律责任仍然是我们会去承担，只不过再多一条公共危险罪，所以我们仍然希望大家开着车子一起到北部来一起声援。最后还是谢谢大家支持，谢谢。这个是安怎？我要特别讲，大家已报告较清楚嘞，因为17亿。足足吼有裁掉处理迄1000个员工，你也想伊的退休金、伊的资遣费拢当算算嘞，加24个个，17个绝对够有剩。是安怎你唔做？徐旭东先生唔做？是安怎咱高速公路、高速公路高工期为什么不处理？为什么交通部不处理？所以我就怀疑啦吼，我讲我今仔日嘛应酬啊，我一定讲。喊你圆通一个月来处理好，那无要缩回雇佣，安尼好唔好？好。再次感谢哈，再次感谢。啊，咱即马请咱那个黄少廷议员哈，伊来谈足久啊，啊，伊也坐足久啊，我也足歹势。啊，拄啊，咱毛大哥伊讲吼，政党的部分哈，我们大概上总共有一个名言呐哈，有一个名言，政党换两边。劳工权力放中间，安尼好无？因为咱无管理国民党，无管理民进党，无管理新党，无管理台联，啊，若无管理讲即马有一个绿党，
好，我们不管，主要他对我们大高雄总共有帮助的，我们竭力支持，好不好？好。那个黄大人，好。太小声了，你讲人国民党人对咱很多，你那很小声，安尼唔对。我吼，迄个无正当的色彩吼，政党的色彩很好哈。那个黄大人，黄大人。在这边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本来以前在高雄到嘉义都是民进党的朋友，嘉义到台北都是国民党的朋友，在台北我都是亲民党的好兄弟，很奇怪了哈。那个我们少杰哈，你咱大高雄总干的成立的时阵哈，一直伊虽然无做议员，一直打人到下手，打人到帮忙，我们。很多那个劳工教育也好，很多这个某劳工表扬也好，伊无出半工，但是伊的关系，大家都下手。即所有人，我个人总感觉李金书大家拢知影吼、哦。啊，所以无论如何，吼、哦，你连啊前金新兴啊，点起一号的黄少廷啊，拜托吼、哦，在座兄弟姊妹啊，拜托在港在港委理事长代表吼、哦，如果是前金连啊新兴的。有票的，啊无票的，恁亲戚我到哪里啊？哪得拜托？啊来不？麦克风我们就交给我们那个那个黄议员黄少廷哦。感谢吼，咱今仔主持人啊、主人啊吼，咱大高雄总工会理事长陈志明，陈理事长，把我声清楚一点，好。啊，咱的常务干事团，咱的吴理事长，咱上级指导吼，咱的皮科长，啊，在座的贵宾，咱的阿文志啊，啊，佮所有咱的理事长，咱的代表，大家好，大家早。好。这个头拄少廷伫个脚吼，我坐伫咧听咱两位感恩界神拜咧讲话时阵吼，感慨有哪万千呐、啊。但是伊讲哦，抗争的时阵哦，这国民党、民进党的这个民意代表哦，全全走无去。啊，我甲你，我甲这先拜报告哦。他到少廷要入门的时，看到咱陈信宇单议员，嘿哦，这条小金鱼，民进党的啦吼。啊，少廷哦，我是国民党的啦。啊，甲先拜报告，那伫高雄市哦。那咱大高雄总工会绝对袂当互欺负，因为安那，因为一个绿的，一个蓝的相挺，对不对？绝对有民意代表跳出来相挺。哦，我伫遮哦，先甲神拜报告啦吼。啊，当然首先啦，我也是甲大家报告一个代志来讲，志明啊，你市长是少廷，我伫高雄市哦，上届欣赏总工会理事长啦吼。伊吼、哦，毋是敢讲尔，重点是伊敢做，搁敢担当啦。这个时代，劳工权益受着遮大个压迫吼，若无像志明安尼出来，甲大家带领吼，我甲大家讲，大家拢去用底死死，拢去用压死死。所以每一次有啥物议题，咱哩市长吼，毋是冲伫个头前尔。伊讲高雄要有新经济，新的经济入来替咱劳工找新的就业机会，新的就业机会，予咱劳工有新的出路。所以少廷吼，我过去我有那是伫产业界，我伫电脑、电机的方面，全高雄即摆大部分拢在做电脑、电机，高雄市即块落寞真多啦。所以少廷对产业界。今日来民意代表，就是希望讲替高雄找头路，替高雄的劳工找出路。所以讲，不是单替恁找恁的福利尔，我希望是替你找头路。那么高雄市的劳工啊，会刷走走。所以伫只吼，大会少廷卖讲伤济话，但是伫只我呾要甲大家恳求，我伫龙安区、新营区、前金区登记第几号？第几号？第一个啦吼，拜托咱家的先进，咱家的劳工长辈，
甲少廷十一月二九，甲我斗三工一下，互我会当入去市议会，互我来体罚个，争取恁的福利，保护恁的福利。啊，拄仔咱毛理事长也好吼，蒋理事长也好，伊讲的即款法令吼，讲实在话啦吼，立法院的权限较大，但是少廷我会当用我的力量全力，行我会当来拜托立法委员。替咱的劳工来争取福利，啊，若是高雄市政府啦吼，劳工局我全力支持咱大高雄工会，支持咱遮所有的工会会员、先进、理事长等等。所以再次自我感谢各位，我来拜托各位，十一月二九吼，替少廷有我票，好啊吼，你来议会啦吼，甲大家斗吃命、斗照顾，拜托大家，谢谢大家。真欢喜吼，亲像个议员也未当选就来遮吼宣誓吼，那足少个啦。但是是安怎伊讲话来接讲讲啊很顺啊，包括咱劳工个权利，包括对咱总工会也好，对咱基层工会也好，讲会出来，有咧做功课啦，有咧做功课啦。啊，虽然他以前是伫台积电做工程师啦吼，伊伫台积电做工程师啦，啊，虽然是伫这个产业的吼，啊，做劳工啦，但是吼，话讲倒转来，伊头脑足好个，反应足好个，虽然讲尔，伊是知影要安怎讲，所以伫遮吼，再次恳求咱所有嘿兄弟姊妹，伫前金明啊、新兴个，啊，若有恁个亲戚无搭个，到下手者，安怎好？我画一个啊，画一个哈、啊。来，迄、那个黄少廷，当选。黄少廷，当选。黄少廷。当选，黄少廷，当选，少廷，少廷，少廷，当选，当选，当选。咱高雄市职业总工会蔡连长、蔡理事长啊，在咱边面前，谢谢。啊，咱今仔日大会的主席志明兄啊，咱的干事会的赵志仁哦，咱吴兄哦。啊，再来咱主管机关，咱的皮科长，啊，这也是咱的前辈吼，咱台北市产业总工会的蒋理事长，吼、哦，这拄只大家拢有听过啊吼，啊，再来咱哦上敬佩吼，咱的毛俊威毛大哥毛理事长，啊，今仔日咱一只主持上辛苦的，咱的前常务理事，咱敬来咱大高雄这的前辈，这的李干事，这的代表。各咱所有议会，咱遮个先进，大家好安，大家好。啊，真欢喜啦吼！算讲有即个机会哦，志明兄吼，和小弟哦，有即个机会咱来遮参大家结缘。啊，当然是咱拄只是遐吼，真侪前辈拢有讲啊吼，要做即个理事长的时阵吼，听听咧对唔对吼？那咱遮前辈安尼哦，以后。可能总工会理事长哦，无人敢做咧，对啊，拢爱想法伊啦吼。咱今仔日就即个场所吼，一方面哦，非常的欢喜啦，啊嘛感觉有一点仔心酸啦吼。因为咱看到咱遮侪前辈时阵哦，在为着劳工吃饼这条路内底吼，算讲吼，若毋是经过即个苦难的磨练啊，就是爱经过汗水的洗礼啊。所以讲，在即个过程当中啊。算小弟啊，算讲啊，深深的感慨啦吼。我会记是十几年前的时阵哦，一个民营化的时阵，对不对吼？小弟的时阵哦，算讲哦，去哦公司来过，搁去淡淡水泥来过的时阵哦，伊把这个通知单的时阵哦，唔是寄给我啦，是寄转去床卡吼，给阮八十几岁妈妈来丢啦，给我叫骂一个吼，叫要臭头伊啦吼。所以讲哦，是这条路，我相信咱有这个先进。啊，咱有这多好的兄弟哦，后面相信啦，后面不会寂寞啦，哦啊，所以讲在这个高雄市啊，咱职业总工会啊，会甲咱志明兄来充分的合作，哎，算讲哦，在志明兄的这个带领之下就对啦吼，一定哦会来甲伊配合，哦啊，所以讲今仔日啊，算开会的时间哦，嘛非常的长，啊小弟啊，算讲嘛无法度在这搭只吼。算讲哦，一定哦，甲大家报告哦，咱一寡未来，咱劳工要行的方向，希望啊，以后有机会啊，咱会当针对近来要修正的这个职业灾保险法这部分啊，吼、哦，
啊，甲一寡算讲咱咧讲的劳动基准法28条这一部分，大家啊共同来拍拼，咱预祝今仔日的大会成功，大家家庭美满幸福，感谢各位，谢谢大家。我们感谢我们职业总工会理事长蔡仁堂哈，真感谢伊啦，伊接你出庭啊，接无介久嘛哈，迄个我们也要蔡椒啊，来讲蔡椒来讲我啊，迄个李佳吼在此感谢啊，破个声拍大嘞，感谢你。那个后面我们邀请我们中华电信全国联合会秘书长。我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因为有毛大哥、有蒋理事长在，还有联航大哥哈，还有陈理事长在，怎么会轮到我这个小妹妹讲话哈？真的是，不过因为认识大家也都讲起来好像也都10年以上了哈，一路走来好像跟大家最常见面的场合就是在抗争的场合，不然就是在代表大会哈。那在这个场合上面，其实好像有点像是大家养精蓄锐哈，然后再出发的时候，那我们中华电信工会哈，一路上也都跟大家相伴嘛。那我们今天朱理事长参加全国产业总工会的理监事会没有办法来，那我代表他哈，我相信我讲的话也是他的心声，就是未来不管在劳工权益，尤其是那个劳动派遣法的保障上面，我们中华电信工会一定跟大家站在一起，也希望大家继续加油，谢谢。谢谢，我们非常谢谢中华电信工会的秘书长张立芬张秘书长，谢谢。感谢我们张秘书长哈，因为空间哈，虽然看他是小女孩，年纪轻轻的哈，伊那种唔惊死的哈，伊有那校长哦，早都讲的。不是干那这三四个，这一个六个大，迄、那个做总工，你所就当前，你若拢早做前吼，感谢你吼，再次感谢我们张秘书长，谢谢。啊，别咱邀请咱这个台南三总的秘书长吼，那个黄秘书长，这个黄义德吼，拍拍大声嘞。因为您第一个来咱大高雄参加咱的大会，所以也感觉也叫做陌生嘛吼。那个其实头我甲李处长讲过，因为我今仔喙齿遮咧痛，所以无啥会当讲话。但是就是啊，因为阮今仔阮李处长吼，因为伊另外一个会要开，啊，所以无办法来咱大会。啊、所以迄个指派我来甲大家致意吼，啊，所以时间嘛差不多11点外，所以我简单讲一下吼，咱祝今仔大会咱顺利成功圆满，咱未来伫江阮的路上，大家做伙拍拼，努力来做伙来争取咱劳工的权益，哦，大家加油！谢谢哈，我是讲无讲者吼，啊，大家顶来讲关系后摆吼，讲话就较顺时，对无？谢谢哈。那现在呢，我们第一个议程啊，我们就到这里结束。我们请第二个议程的主席请上台。